合排双运动混合机的诞生，是混合设备领域一次跨时代的技术变革。它通过设置两套运动系统，成功实现了让容器运动，从而对物料进行对流混合的同时，叠加运动的内部叶片对物料进行搅拌混合。第一套运动系统驱动容器及料桶的滚动，让容器进行空间不规则运动，对其内部物料进行对流混合。第二套运动系统以不同速度驱动容器内部的全尺寸叶片，对物料进行穿插、剪切、搅拌等复杂混合运动。